Hello， 玩过用吸吸果冻做泥吗？混合保鲜袋、密封袋粘土，结果如何呢？先来混第一袋吸吸果冻吧。打开盖子，看看里面装的是啥？海水蓝色的液体，难道是果冻？吸吸，原来是胶水啊！再来挤第二袋黄色的果冻吧，白色的奶油泡沫。话说这个挤果冻的声音很霸气呀，强迫症有点上瘾了。最后一个果冻袋子了，有点没玩够啊。哇，这出场声音真是绝了，白色的透明液体还是胶水啊，终于到挤保鲜袋了，用力一挤，芬达尼就出来了。换个方式来玩保鲜袋吧，这次我们用剪刀剪紫色的泡沫球球，经典的手捏密封袋的方式，真是强迫症的福利啊。一盘子的泥都混好了，我要开始混了。这次混泥不用任何成型剂，直接上手抓，过程有点辣眼睛，但是也是蛮解压的嘛。待我一顿奋战之后，我们的泥就混好了，颜色还算漂亮吧。第一次混出这种颜色的泥还是挺满足的呢。今天给大家出个对古诗吧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